跟大东一顿解释过后，他竟然说出这种话。那你对我呢？ Later。 哎呀，大东，没想到你还挺有钱的，还有这么多房子。我就一个房子，这是我家。什么？你家？你家就一张床啊？一张床怎么睡啊？一张床怎么就不能睡了？不能睡。我睡沙发，我睡沙发。我觉得沙发挺好的。有种你就一直睡沙发。我就喜欢睡沙发，我就一直睡沙发。哦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莫名其妙住一间房间里啊？不争气，我自己租的房子，我还得睡沙发，气死我了！哎，睡了睡了。叮叮叮！哎，你看啥呢？没事，我就看。别看了，我不好看。求求你，赶紧睡觉行吗？你先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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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行行，好了好了，我先睡，我先睡，我真的睡了啊，我真睡了。哎，这沙发哪里睡得着呀我。